我们要学很多的东西，但是我们最后不能忘本，不能自己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。我是中国人，我是中国人，我是中国人。刘畊宏、王婉菲直播高呼我是中国人，全家移居上海，怕孩子忘本。你在讲的时候会不会稍微有点尴尬？哎呀，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啦。就在两岸关系一修滚滚之际，刘畊宏也搭上表态列车，发文表示前阵子啊刚好带三个孩子回浙江义乌老家探亲，有机会一定要回来自己的家看。哦，对了，绝对没忘记转发这张逻辑100分的图。现在我们最重要就是教育的问题，对，最重要就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谁，然后呢要让他们有身份的认同感，然后呢知道他们源自于哪里，很重要哦，听清楚哦，我们是从哪里来，自己的根在哪里，知道他们源自于哪里，他们的根在哪里，重要的是要说三遍。不要问我从各类中国网友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，他可是说过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国家，现在有这副嘴脸，钱真是好东西啊。我之前不说，现在又蹭一波，说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字不行吗？还也有表态就给过的网友说，知错能改就是好的，还有好多台湾的连装都不愿意装呢，周杰伦的朋友能差到哪儿去呢？他们啊要是真的不喜欢中国也不会去上海定居了，这也要质疑吗？我们就是搬来上海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，对，所以让他们能够清楚的了解，第一个我们在南京、在贵州、在浙江义乌，然后甚至我们还有在青岛，都有我们的亲人在那个地方，他们可以一一跟这些家人碰面。其实之前呢，他们很小的时候啊，我们是规划让他们在差不多读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的时候，就带他们去温哥华读书。但是后来我想想，觉得好像不太妥。因为呢太小呢就带他们去一些西方的国家然后去读书的话，我怕他们从小只是去读了那个西方的教育，怕他们忘了自己到底是谁，所以呢我就想说有跟老公商量说，我觉得我要把他带来上海，然后呢至少让他们在这里读个五年的书，然后再到这个外面去读书，这样至少他知道。没有，第一个你的中文一定要学会，第一个你要有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想，很重要，你不能到国外去念书就变成外国人，对，这很重要，我们要学很多的东西，但是我们最后不能忘本，忘本，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，不能自己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，是，然后需要让他们产生一个身份的认同感，让他们自己知道我是中国人，我是中国人，我是中国人，重要的是要说三遍。